啊，钱没拿到。就按好停，先上班了，珍惜，拜拜，感谢你的25块钱，都是家里哦。棒。啊，真要听哦，可以听繁星四月啊。还有一首歌叫繁星两个字啊。哇塞，天哪，早知道打死他了。啊，全都早知道。哪一个女团？我跑去听，我去听听看。哪一个女团啊？一首叫《繁星》的，我只知道一个男生唱的欸，然后歌名叫《繁星》啊。只睡两小时半，现在我好像赶快去休息哦，等下去休息啦。
哇！现在才发现我衣服反穿，你不会觉得你喉咙有东西闷住？迪拜亚利，哎。他血量低于50%，我就狂吸血了，开心。哇，锁血，繁星很大值吗？快点。哦，有啊，我其实死量没有说到很高啦。哪个不要哦？这个吧，我食量不会到很高，就只是比较喜欢吃而已。个鞋，好了，又要被诅咒了。
我靠！我还饿，不过要睡觉了。晚安，好，晚安哦。啊，没什么好的。麦架派帕，然后喝个水，好热哦，好渴哦。
啊，呵啊，呵啊！我看到教主和悄悄的，我应该什么东西？当然不要看啊！手枪伤害，所受到的单位伤害不会超过10%。啊，他们还好呢，退后，不要，不要。没空呢。要求直接中40。
好啦，看来是不妙啦，感觉早点死，早点出来。 低能，好，什么叫寄血童女啦？不可，拜托，我今天去看一个玩了40多小时，但也还没破关，好吗？我这才玩不到4小时，我这么破关啊，拜托。 这种游戏就是你要拼命叠斯，然后去刷东西，像你看就是要刷这个啊，越高越好啊，然后达到第3关才能解锁这个啊，然后才能解锁其他这个东西啊，怎么可能一下就通关？ 小远晚安啦，等下就关了啦，还在5分钟。
监测到编码省略影格15%over 什么光样的？哇，什么意思？记录档损毁之类的吗？啊靠，变了，哎呀！哇，干什么？看到 OBS 刚写的是什么类似丢失影格的东西，就可能记录档会不完全嘛，侦测到编码影格、省略影格这个东西，很惊惊的。啊，刚刚那把比较好，这把会耗耐力啊，体力。
越玩越没有力玩游戏了。哇哇！他也是可以略过这个意思吗？来去瞧瞧。卡到跳，没事啊，快关台了，感觉要被虐了，60滴血是要打什么？哇！我要滚了。好啦，今天到这边啦，感谢今天收看，大家晚安，我要去洗澡了，拜拜。什么叫布？你好无聊，睡觉去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不是啊，你无聊没有用，我现在好累哦。好啦，晚安啦，拜拜。